这更差。天啊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。安静，我的时间都花在给你做菜上了，你给我吐出来。你自己学习喜欢分析，还怪我？就怪你，怪你。吓我，想憋大招，别想骗过我。苏慕云，你是不是垃圾桶转世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成绩才上不去。为什么要把家里弄这么乱？再考不好，就因为你太笨。我的早餐呢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光速地离开家，离我弟远点。完了，今天摸底考试绝对不能迟到。你惨了。我都还没复习好呢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复习不复习不一样吗？考试之后班里就会公布成绩，我要是再考倒数几名我就死了算了。拿着，快。记得拿上你笔记。哎，你多。不要了。站住。啊，谢谢。我送你啊。良心发现。晚上加三个菜。想得美。就这么定了。这个面包我正式命名宇宙火焰骑士爱心包。赵姐。